你手都住了，妈不要变裸体了，别闹别闹，对。最爱你了吗？啊！不行，我还是爱大俊。我还是好了好了好了，给你啊给你啊！等一下，你把我衣服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衣服衣服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手都住了，妈不要变裸体了，别闹别闹，对。好了好了。衣服要紧，是。这段舞蹈叫做弹簧舞，水波舞，水波舞，非常弹簧。兄弟蹦蹦跳，低位，圈圈，圈啊圈圈啊，圈圈圈圈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圈圈啊，圈圈，圈圈这个是人鬼了。欢迎圈圈，欢迎。他本人来了，君君，君君在前阵子造成那个整个社会的大波动，就是大家的所有的奇怪，不管手机也好，电脑也好，荧幕都是你洗版的，哦，厉害厉害，恭喜恭喜！请问您的身高是160公分，160公分，哇塞，还行吧，想太好，可以可以，非常棒非常棒。那三围是，32。25、35，这第一就讲出来了，对，自动消音，对不对？这有什么好客气的？请问您星座是？牡羊座。哎，我有，不是牡羊座，你们这个拉拉队为什么要这么多牡羊座？牡羊座比较俏皮啊。
哦，比较可爱，可爱可爱，开朗，比较波动，对，而且比较波动。母羊座是这样，母羊座是对朋友超好的，嗯，哦，对，你们对朋友都会很好。嗯、那怎么自己怀疑呢？高兴，真的假的？所以你昨天才把朋友打一顿的。一般呢、啊，母羊座跟他们交朋友，他们会对朋友很好，是，但是谈起恋爱来呢，哎呦，哦，就比较执着一点了，嗯，哦，就是啊，比较硬派。嗯，硬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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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爆红的原因就是一个球衣，请问一下哈，就是说这个球衣怎么会这样子合身？是在哪一家西服店这样子定制？西服店做内衣干什么？怎么就你的有腰身？感恩师啊！其实最大问题应该是都有腰身，最大问题就出现在球衣上面。对啊，对，就是我们今年的球衣做的比较合身一点，很好，所以大家的对太好了，弹性也比较好。我们要为球队经理掌声鼓励啊！再紧一点，对不对？球队战绩要好，拉拉队衣服要紧，是，对不对？这一段影片哦，真的是太慢才流出来，因为已经年底了，球赛都快打完了。如果在球季才刚开始，每一场爆满，我跟你讲，对，对不对？下午四点已经满了。还没看练习，是，我跟你讲，这一段 VCR 我给各位爆料，我们都看过，那我们的来源是谁呢？阿翔。因为阿翔喜欢运动中棒，他是棒球，他是永远的二垒手，对不对？对，不是永远二垒手，我的绰号是黄金二垒手，这个要讲清楚。而且我说真的，我从小到大就是兄弟象的球迷。哎呦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这是真的，你们都有在球场吗？有在球场看过？是啊，那你对兄弟象一定很了解了。兄弟象非常了解。兄弟象第一任的总教练是。我知道是曾纪恩，棒球先生嘛，他已经超越棒球先生。不是，他是教官，你们都不知道，教官，教官，你们都不知道。接下来这一题，哎，来，教官，他父亲叫什么名字？谁知道？曾纪恩知道。好的，各位，我们先来看那段影片。感染力好强哦！对啊，学会了吗？学会了。这一段舞蹈叫做弹簧舞。水波舞，水波舞，非常弹簧。兄弟蹦蹦跳，不是我说兄弟那两个字。对，所以说这段影片真的是我跟你讲，帮球队真的很大的忙。好活泼的兄弟，现在是单身吗？我们要请教一下，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附近的。附近喜欢什么样类型？聪明的。聪明的。聪明的。长相要走什么样的方式？对。比如说，有些人很喜欢瘦的。我不喜欢太瘦，不喜欢太瘦。那有些人喜欢很胖的，也没有适中就好了。适中就好。那你喜欢那种脸看起来娘娘的吗？不喜欢。啊，你没有。我娘娘，我今天画这么帅，娘娘。你转身一个最 man 的脸给我们看一下，预备，一二三，好娘。秀气秀气秀气嘛，书生他算帅的吗？他算。对，帅不是我的菜，但是帅的。OK， 真帅，委婉的打枪啊！对啊，哎，讲得好，讲得好，我有点开心，但是你看右边这两位，你说一定要选吗？不是你稍微形容一下，稍微形容一下，就是看起来人很好，我们人很坏。不会，个性很差。长相算在你的帅气程度里面来讲，算是普通的吗？顺眼就有机会，顺眼都是好朋友，是顺眼都是好兄弟。不过这段影片爆红啊，当然了，但是对你来讲，你会不会有一些困扰？只有第一天的时候，怎么样？第一天的时候，因为我刚好要去看牙医，我就是平常出门都是搭捷运，所以我那天在捷运上就一直不敢抬头，因为你们也知道坐捷运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滑手机，对，是，就我很怕他们一就是抬头，然后看到这个人主角本人，对，这样看看有点眼熟，嘿，梦想成真，很尴尬，许愿成真。